所以很多的不管是立委会有关于游说这件事情，很多人都跟我讲了很多这些烟的好处啊，好，那我都跟他们讲一句话而已，说你所有讲的好处就是我反对的理由。那雾化吸食里它包含呢电子烟跟我们现在所谓的加热烟，有这两块，对这两块我都持着是一个绝对反对的态度。最大的困难是美国的 FDA、就有限度的、开放了 加热烟，对，然后呢那个时候也很多的相关的人来跟我讲这个事情、那实际上那时候我们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了、因为在美国 FDA 有它相当的一个公信度，对，我不用这些科学的证据，我就知道它一定不好的。我凭着就刚刚青少年的那种吸引力，整个的形象的转变。可是那时候就遇到这样的困难，我也知道台湾遇到这样的一个争议。不过还是那时候还是决定，就是说我们就坚持。所以很多的不管是立委会有关于游说这件事情，很多人都跟我讲了很多这些烟的好处，那我都跟他们讲一句话而已，说你所有讲的好处就是我反对的，因为这些好处就会吸引年轻人进来的，会吸引不抽烟人进来的，那我感觉我要来做烟害防治，我第一个目标啊，最第一线就是要尽量让这个没有抽烟的进来抽，这是我第一道这个防线，那第二道防线才是让现在有抽的这种下降。那刚好这段时间美国一些相关一些肺病的一些急性的伤害就出来了，那当然没有办法，只是在统计上面有它的关联性，对，阿加兰这些人都有用电子烟，那关联性，那当然我们要非常审慎，所以在这里面，除非现在能够提出说无关或者更好，那才有稍微考虑的可能性，我们现在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可能性。